啊，咱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啊，昨暝睏有好无？啊，一点睏无好诶。我来百外届啊，我若过坡我拢嘛还睏未好，所以家己嘛安尼爱睏眠爱睏眠。好，啊，大家较辛苦，尤其今仔日吼。好，啊、那么我为咱讲到这吼，啊来继续啦吼。即我是安怎讲？为中国来拢毋是好物件、好东西，吼、哦！啊，你个想，因中国人那咧有些咧骂人讲，你算什么东西？吼、哦！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吼、哦！拢讲东西，所以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吼、哦！啊，那么其实，比如咱台湾，咱有出产香蕉、甲山啊。哦，这日本人做爱食，吼、哦，所以早期咱的香蕉销日本，哦，价钱拢足好个。但是迄个国民党政府来了吼，因、哦、遐中国官员看到讲，哦，香蕉遮好练，遮好赚，都想要插手，但是插袂入来。啊，结果伊就甲你武学派，吼、哦，伊阵甲一挂香蕉的品种。迄阵香蕉上早期拢用迄个竹篮啊装的嘛，啊尾啊，即马要改纸箱啊，国民党的官员就要霸占这个纸箱的市场，我讲你一定爱甲我买，爱纸箱迄阵成本较悬，啊结果就布料无好势哦，有一个香蕉大王基山迄个吼，那叫啥物水也袂记啊，吴振瑞迄款，迄阵有发生一个。金碗盘事件哈，啊，阵甲金蕉的市场本来日本人跟咱台湾人拢总足讲信用的，价钱也足稳定，啊，适当的合理的利润哈、哦，台湾人有钱赚。国民党插手入来哈，甲规个市场拢拍歹，哦，啊，阵不过尾啊，咱金蕉煞销袂出去哈。即、哦、马市场拢有菲律宾啊，还是中南美遐占去。好，啊，阵我咧讲咧，咱台湾的金蕉。你若甲卖去日本，吼、哦，还是山下卖去日本，三倍计少。但是你若往西甲卖去福建，福建嘛出金蕉山啊，啊，因的人工俗，土地也俗，所以生产出来金蕉，你拢若一斤卖五块的草纸，咱若去遐卖，你若无十五块，咱卖好，五块草纸差不多好25块一斤。咱遮你著去爱运金过，吼、哦，所以你绝对去遐卖输人，哦，所以卖卖一即个物件，山下金蕉，咱也无甲卖去日本，咱三倍价钱，迄边你上价原来卖5块，跟卖同款的价钱，啊，咱一定了钱。所以你看，台北一个地方济，人因咧卖叫做啥？南北货，高雄的凤山中街咧卖拢叫做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好啦，吼、哦，对无？啊，你了解啦，吼、哦。好，啊，咱来看为中国来弄啥物东东，对咧？即我住屏东，我迄日头遮大烈吼、哦，感触足深。尤其即摆来愈来愈寒吼，我逐摆若寒天来遮，拢一定会感冒，因为温差差真大。伫屏东高雄穿短个，来到遮，着发热衣啦，啥物？迄、那个啥物衣拢来穿件裤，穿甲肥肥安尼也不多，啊所以足够感冒的吼、啊，所以我对这个，伊拢讲大陆寒流吼、啊，有无？你包括气象大陆寒流过来啊，哦、啊，从中国来拢袂，拢唔是啥物好物件。过来，沙尘暴，这十几年以前开始有，哦、啊，以前无，啥物原因？就是毛泽东。摕到中国的政权了，啊！迄阵伊一直想讲要抄书赶美有无？啊！咧发动这个土法炼钢，伫人民公社吼，啊，伫各砖头，拢用土炉，啊，做一个炉啊，要来炼铁，啊，附近的树啊，拢撮撮来做茶落去行，啊，全中国拢在安尼咧舞的时吼。中国一挂树啊，撮了了，啊！你撮树啊，撮了，
真侪树啊要会死，啊，迄个头部就烂，拄开始也袂烂，以前土还揪袂掉，等遐树啊拢死甲根拢烂了吼，雨落了遐土流去，啊变无迄个水土保持的作用吼、哦。你即马无树啊，较早树啊是讲你雨水先叠着大樟树啊，啊较落落来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过来灌木、矮灌木。个地背，安尼一层一层新，啊！你即马即个大樟树啊无去啊，下骹光秃秃，雨来直接跌落土骹，土浆喷开，对土对水就流去啊！啊，规个开始沙漠化，沙漠化了呐，东北季风、寒天、起风飞沙，即马就会飞来到咱台湾啊，较早飞吼。啊，即就是讲毛泽东即个呐，讲了呐，不离啊天灾。啊嘛，足夭壽的。啊，尾仔因中国开始发生饥荒吼，无粮食，因他妈人民工作，大家都起贫单，啊，拼到要死的嘛是食迄碗糜，啊，浑水摸鱼嘛是食迄个糜，所以大家拢浑水摸鱼，无人要好啊做田，所以粮食生产愈来愈少，啊，人是愈来愈生愈侪，变作粮食无够食。啊！即嘛有迄个雀鸟、触礁啊，筹备食个时来食。哦，毛泽东就发动讲：好，发动所有的中国人轮三班制，透早到暗拢去啊。当天社会都会可以敲敲打打发出声音，拢啥做讲。啊，遐鸟啊吼，伊有安尼吵三暝三日无在条困吼，拢甲赶。无通去食，佮无通去睏，大家拢软脚，电线歇袂调，手机也歇袂调，拢落了土啊！啊，人就捡捡去杭州把食食掉。啊，结果呢？伊毋知影讲这雀鸟是或者异鸟。你平常时你无筹备成熟的时，伊拢食啥？食蠓虫啊，食遐昆虫啊，遐病虫、遐毛毛虫拢会去食。有叶啊，迄、那个稻叶吼，你若无叶啊，无可能发稻米出来嘛。啊，所以以后无天敌，哇，食那啦小秧苗都还袂吐水，都迄个遐个毛毛虫食了了去，煞无雀鸟通去食遐毛，佫愈死愈惨，所以夭死足侪人。啊，你著知影讲这毛泽东时代，所以全世界四大杀人魔王。害死人诶！中国占两个，一个毛泽东，一个蒋介石。啊，沙尘暴差不多按就是安尼原因。过来，即几年开始加这个雾霾，哇！啊，这上毒。这就是1979年邓小平开始他们改革开放了吼，为沿海这都市吼。开始开放，予全世界来投资。啊，迄阵改革开放，吼、哦，等于不设限，只要你肯开钱来投资来设厂，中国拢尽量配合你。啊，全世界人无爱做个高污染的遮物件，哦，石化产品，也是化工产品，无人要做个高污染的，吼、哦。无要紧，你拢落订单，我拢爱做，都干那为了趁钱。无要顾家己的环境，哦，牺牲环境权，啊、哦，这跟咱早期，哈、哦，四五十年前，国民党伫台湾嘛是安尼甲咱布，哦，包括像桃园遮有一个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有无？来遮设厂咧生产一挂零件，啊，这拢介只电子的这个零件，需要一挂化学的物件，落像电路板爱用化学物件落去加迄个电路板，哈、哦。啊，即个污水啦，啊是产生的蒸汽，即款毒气，较早拢无迄款回收的物件，哦，无较早对环保无遐了解时吼，嘛毋知讲即个毒气起来会造成人体哦不可逆转的伤害，啊，所以到尾啊，科学家研究知影讲，哦，即足侪拢是有毒的环境荷尔蒙吼，后尾啊，先进国家开始管控。啊！你爱做一挂回收的这些设备，爱爱开介侪钱，成本高，啊，所以因就把这订单落来，吼，较落后，哦，迄阵咱
四五十年前台湾较落雨，落来给咱。啊，咱时阵台湾人就迄个国民党教讲爱拼经济，拼经济，哦啊，大家顾趁钱，无咧顾着环境，所以牺牲环境来生产这个产品吼。啊，真中国跟咱四五十年前同款。因即马接转，伊变世界工厂，拢咧接转世界。恁不爱，无人不爱做的吼，拢摕来我遮做。高污染、高耗能拢无要紧，所以因即马开始，规个沿海遮都市，若到寒天就会产生这些雾霾。吼，有时啊，差不多三十公尺就看无路啊。吼，啊，所以即马全世界遮个大间个跨国公司派伫上海、北京、广州。这大都市的这个总经理，伊拢后边的人介趣味，伊拢足够家庭。你若要接受这个任务，这个职务，伊就是规家伙拢带来。因对家庭吼、哦，这个家庭和乐吼、哦，这款的代志因足注重。啊，所以因即马知影讲，这款物件输了，伤害肺部啊、哦，支气管，这不可逆转，差不多无多好诶吼。哦所以，伊拢知影讲，上过了才大一两年也会使尔，着爱拢个，即摆拢准备要规家伙遐要走。啊，所以即摆中国遐大公司咧烦恼，请无遮高级干部了哈。好，过来，郑成功，一考吼，他成功，我们就失败。啥物原因？我讲个听。1624年，荷兰人来占安平哈，台南这个安平。啊，伊迄阵专。全世界吼，拢引进一挂好个物件入来台湾。刚迄一年，荷兰人嘛去占纽约个曼哈顿，吼、哦，伫迄个曼哈顿设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吼、哦。啊，你甲看，300几年后个今仔日，曼哈顿，吼、哦，变纽约个上繁华富裕个所在。纽约市嘛是全世界上大、上先进个都市。啊，那么咱个。台南这个安平，到尾啊，吼、哦，你会记较早有一句话讲，一府二鹿三艋舺，吼、哦，一府就是全台湾迄阵台南市算排第一名，但是即卖呢，伫台湾伊已经输台北都、高雄都、台中都，即卖排第四名，在台湾连第一名都排袂入去，毋免讲全世界要抢第一名，纽约即卖第一名。啊，原因出伫底，吼、哦，咱当初若莫地震讲来甲荷兰人赶走吼，哇、哦，咱今仔日，吼、哦，若讲继续予荷兰人管，即欧美较先进的吼、哦，咱即马大家绝对，含荷兰咱咧共好、变好吼、哦，福利、社会福利拢做了足好个。啊，而且，咱若含荷兰人，吼、哦，基因混血，吼、哦，你知影若混血，查甫个拢烟斗。啊，查某会水，对不？啊，那安尼，即到尾400年来，咱南来含荷兰人混血了，哦，大家拢热色色，啊，鼻啊嘟嘟，搁红头毛，六目睭搁落落。你嘛，中国若要讲来台湾，看讲我要来看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就拢哦，拢遮悬，啊，红头毛，感觉咧肤色搁无同。这跟咱德国的应该不是，伊就袂阁讲咱是伊的一部分啊，对不对？啊、哦，无就有这个害的哈、哦。所以我讲，伊先讲咱失败，甲今仔日咱还阁跟中国搞不扯不清楚啊、哦。好，过来，大清治台，嗯、哦，咱若跟中国合作的，就是上歹的时阵啊。大清我怎有讲嘛？管台湾管212栋，无在条开一条路，为家人开到屏东。日本政府来11栋，就这条路来甲开通啊，吼、哦。所以，大清吼，会使讲是，因迄阵有要割让台湾的时候，迄、那个啥，李鸿章上奏奏文讲啥，啊，台湾这块。讲弹丸之地了哈，得失无所加，啊，得到也无给我这，去之无所惜啊，啊，啊，胖见啊，弹掉也嘛无感觉，拍算，
啊，过来讲，台湾这些人讲，男无情，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哦，感觉嫌个不对好。哦，啊，今晚硬要讲，台湾是他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袂见袂少。啊，过来，今晚这两个时期，就是台湾人上悲惨的年代啦。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我较用这句啊。中华民国害台湾，伊若莫来吼，咱今仔毋免遮艰苦，吼、哦，咱今仔毋免大家拢食迄落喷油啊、地沟油吼、哦。全世界无一个文明的国家讲猪油，都爱每一个家家户户爱去买肥猪肉来煸猪油啦。啊，拄啊台湾出安尼，全世界先进国家。大厂绝对袂去做即款、即款缺德的代志，吼。所以咱甲真了个咧哦，中华民国害，吼，害甲真惨。哦，啊，搁在即个臭石头啊，吼。阮老一辈吼，拢捌甲阮讲讲，哦，台湾吼，咱甘愿爱来新迄两粒光头、长枝迄两粒原子弹，嘛毋通新着即粒臭石头。诶，广岛长崎崩了哦，差不多30年后，人因拢重建好势啊，吼、哦。啊，这粒臭石头到今嘛，还搁咧遗害台湾吼，还搁真侪伊个同乡还搁伫学校啊，吼、哦，还搁咧和咱讲啥物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我迄阵啊，中国人做袂见笑，啊，这根本是民族的败类。杀人魔王，啊，竟然造成运动，吼、哦，这先安尼跳过。过来，咱来分析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吼、哦，这个鲍威尔较早伫1991年迄阵波湾战争的时候，伊是指挥官，吼、哦，啊，迄个战了赢了真水气，吼、哦，所以尾啊做到国务卿。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这是伊是伫2004年10月25日伫北京吼、哦，啊记者会时记者咧甲问，啊台湾甲中华民国是即卖国际地位啥话？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所以啊咱来看，是哪？因为台湾是美国的境外的国呢。台湾管理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由台湾伫咧当局代理中。即、這个境外的国内就是讲，台湾是美国的境外，哦，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摕美国的护照，才会当入来台湾。但是伊阁用一个国内法，即、這个台湾管制法来管台湾。伊咧设台湾管制法的时，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哦，因美国参众议院哦，因家己就拟定好，就通过高票通过。那么要带台湾实施台湾管制法，嘛无甲咱台湾人通知讲我要实施台湾管制法，因就进行实施，拢毋免甲问咱台湾人啥物原因，就是因为伊是占领军嘛，所以占领军的命令就是最高的啊、哦、行政权威哈、哦，叫做。最高权力，简称高权、哦啊、那么是不是国家？有国家的认定的标准，咱来看，有四个标准哈、哦。一个爱有领土，爱有人口，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好，啊，台湾，你若是国家，咱就叫做台湾国。啊，台湾国有领土无？看者，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过来有人口无？看者。咱即马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所以台湾国嘛无人口。啊，敢有政府？无啊。即马即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我讲有啊，阮有交23个小朋友的国家。哦，啊，差不多3-4个月前，佫叛去一个叫做甘比亚。啊，但是你甲想，即个外交，你甲摕迄22个有建交的。诶，建交公报摕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毋是你台湾国的外交部去签的，所以嘛无外交权。吼、
遐个二十几个国家，遐拢是中国国民党哦，因国民政府提钱去用买，无大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作势，我袂记叫啥名。迄阵阿扁也咧做总统的时代，因个总统来访问，哦，拢总去管咱搞个拢啥物土瓦鲁啦，啊，那啥物乌拉圭、巴拉圭、啥物瓦格圭迄款个，迄拢离咱总统个啦。啊，无就咱太平洋迄小国家密克罗尼西亚啥物拢迄款个。密克罗尼西亚，伊英文头顶 micro 做微小的迄款的，啊，拢迄款的啦，哈。啊，所以，迄届来访问的是阿扁也较趣味，甲带伊敢那中和有一个敢那秀兰国小，敢那迄个国小小朋友万几个，比因的国家较侪人，迄个国家万几个人，伊联合国原来算一国呢，嘛是算一票。啊，所以他都安尼看个。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毋是国家吼、哦。好，来，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哦，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来，啊，若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啊，若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哦，啊，台湾这样咯。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啊，过来，用汉字就是汉人安尼。新加坡用汉字，韩国以前嘛用汉字，包括因个较早首都叫做汉城啊。韩国人跟中国人唔是啊。啊，近日本嘛也咧用汉字，日本跟中国人拍死伊嘛唔承认讲伊是中国人啊。所以这逻辑未通啊！你若安尼，这个逻辑会通，安尼来用英语个国家拢。英国人，菲律宾用英语啊，咁英国人唔是啊，哦，所以咱逻辑分析要清楚哦，唔好用中国国民党用语言来文字游戏来甲咱骗哈。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个未来面呐，哈、哦，目前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要裁撤，改存指挥部，即卖二十一万五兵力要增进甲存差不多十二万人。啊，这就是一直进行。啊，咱秘书长有甲美国抗议讲，我被占领，是安怎阮爱做兵？哦，你帮敢捌看1945年四月七，尼米兹去占领琉球的时，美军去哩占领了，敢有叫日本的琉球人来做美军？不可能嘛！迄敌对，你叫伊来做美军，发武器、美式装备，互伊都要摕。伊个美术装备甲你拍，吓都，迄逻辑上一定袂通个，哦，所以军事占领个所在，当地人袂使替占领军做兵，包括2003年，哦，小布希去拍伊拉克，哦，甲海山甲淹倒了，伫遐占领到九年，美军嘛无叫伊拉克个人来做美军啊，哦，美国无安尼做啊。伊知影，因是敌对，无可能，伊效忠会出问题嘛？你发武器哦，伊都要摕你的，你发的武器来甲伊拍哦。所以，那么即马无司令部啊，啥物人要落去指挥这个部队？啊、哦，就是将来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发号司令给这个地区的指挥部啊、哦，没有司令部啊，司令部就是咧做一挂。战略哦，参谋作业这工作哦，甚至有消息咧讲讲哦，这无政治啦，大家讲参考。真正若阿强啊登陆战，真正咱的制海制空拢有阿强啊替，因阿强咧登陆的是美国要求讲，啊恁中华民国部队吼、哦，为沿海西部沿海的海岸线往内测10公里净空。你卖多定咯，我美军的轰炸机哈、啊，美军的战斗机要来拍，较方便，较袂误伤。因为中华民国兵拢台湾人去做较济啊，吼、哦，卖甲你误伤。你走向甲边个，我电脑口出下手，啊，你伫遐吼，我着阁烦恼唔多去甲拍着，吼、哦。所以
台湾的安全是美国在负责，不是中华民国在负责。你甲想，1950年六月二五罕见爆发，两天后，美国的杜鲁门总统随发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准备台湾海峡咧巡逻，两个意思，两个作用。第一就是无爱好蒋介石反攻大陆，第二嘛无爱好阿强啊来解放台湾、学习台湾。啊，所以你讲我一直到即马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哦，毛泽东共产政党政权从来唔捌拍一粒枪子，一粒炮弹来到台湾甲澎湖。但是你来看，金门甲马祖，哦，就啥物古林头大战、个八二三炮战有无？全拢拍迄因的内战，迄因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底因的内战，因内战还袂结束，吼、哦。啊，所以啊，讲了古林头战役，古林头战役本来迄阵呢，解放军吼、哦、已经甲规个中国拢占领了，拄啊剩金门马祖。迄阵因一个长胜将军，中国个吼，强战个，敢那叫做叶飞范吼，伊统领伫金门开始要渡海，要来拍金门，要甲占领。伊安怎讲？因迄阵我昨个讲个国共内战，国民党甲你讲，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走来台湾，甲金门马祖。伊讲啊，即要摕即个金门马祖遮细地啊，桌顶泥敢凊彩撒下去啦。但是伊毋知讲蒋介石已经去聘请，迄当时伫东北个即个含阿强啊、蒋匪捌烧战过个即个关东军个即个将官吼，去请因来，闪过美国个即个跟监甲监视哦吼。啊，偷偷啊入来台湾了，换中国名，哦，叫做林本源，哦，金，这个伊叫做根本博中将，哈、哦，将军，这日本的这个著名这个战略的这个将军，啊，带伊的一挂伊的团队，哦，来台湾，拢穿中华民国的军衫，啊，去金门，金门的这个参谋作业都是拢因这人咧做。要安怎牵阿强啊小战？啊，叶辉这个阿强的这个指挥官唔知影，伊叫着讲啊，这都因为伊知影国共内战遐久啊，伊知影国民党咧变啥物招，伊拢知影，所以足够甲破解。所以咧拍国民党，吼、哦，拍到国民党走干那飞，吼、哦，啊，所以足轻敌，啊，就伫个古林头战役，就是讲日本这将军伊讲。好，你互先回登陆。你伫沿岸鸡仔甲伊拍一下了，就放一个缺口，互因入来。所以拢共共军拢登陆了，开始靠边啊，伊撑伫后壁，倒伫后壁遐个舰艇吼，较开出去，较用迄个烧鱼弹吼，拍伊遐船啊，较早船啊，大部分插船啊者，拢拍互烧伊。啊，即个兵煞就无退路啊，啊，佫有舰车来围。整个战术都不一样了，遐个大部分拢被歼灭吼，啊不就被俘虏，所以是指挥官已经换人啊，是日本人咧指挥小战，较古林头战役较正尔。好，即马啊迄阵古林头战役迄阵的郝伯村，敢那底下较做一个连长尔，还一个小军官，伫迄个根本部。日本将军的指挥之下，安尼，哦，即马一个起来做参谋长，伊讲当初伊因咧拍这个古林头战役外高多啊，拢好笑的，哈、哦。而且迄阵台湾兵，拢是台湾兵去战的较济，因为中国军沿路拢拍白天了，阿强啊都踹晒的人哦，拢避，遐老外拢避开啊。啊，恁中国咱台湾军，迄阵孙立人伫洪山。做军校校长训练出来，即咱台湾军，咱台湾兵日本将领有，啊，咱迄阵无毋捌战败，哦，迄阵台湾军
足有精神，就是那出去烧钱，就是日本精神，就是拍到死为止。所以迄阵咧弹药补给啦，人咧扛阿强咧拍，大部分拢台湾军，哦，唔是国民党啦。啊，所以咧保护台湾的是咱台湾军甲美军啦。好，过来，美国军事政府将会入来台湾吼。啊，那么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人员要撤退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哦，金门、马祖要搁是马龙要因中国的哈。好，过来咱来看海峡号哦，2011年的10月30日，平潭至台中港首航，这个航程3点钟呢。好，啊，过来去年的10月7日海峡号哦，平潭台北港2点半钟，台北港就是即卖八里哈。金山边海的八里啊、哦，那么伊这船啊吼，一定载760个人哦，一定有240台的车辆哦。啊，所以最近报纸吼，顶过有看到报讲啊，中国的有一只免入的车挂因中国的车牌哈，走、哦、来台湾，迄就是坐这款船啊过来哈、哦。那么。等下，我的时间这两点钟吼，你若有要上洗手间吼，你家己点点去，因咱中午无休困啦哈。好，现在美国会甲咱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咱一般台湾人听了就讲，嗯，啊啦，台独战争就是阿强要甲咱拍，咱的想法拢安尼吼。其实唔是，是美国要甲咱拍，啊，咱来看吼，这个情。副的国务卿佐利克，啊、哦，伊讲的哈，伊、哦、伫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互我讲清楚，哈、哦，台湾独立就是战争，这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甲台独甲战争，哈、哦，紧密挂钩，这伫过去足罕见。以前唔捌讲到遐白啦，吼、哦，来，咱去看，伊讲，这是因为，互我来甲话去讲较白，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来打台湾，是安怎？我刚有讲了，台湾敢那是一个抵押品，日本政府，哦，日本。和美国烧钱，啊，那么不割地就赔款，哈、哦，这个战争在咱阿未行，哦，都敢那安尼讲啦，吼，都我有一个手表啊，我提去当店当，底下底下，啊，这3个月来，只要我若有钱，我去提来行你的事，你爱表啊行我。那么真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底下伫美国手里。啊，这3个月来，你个表啊，你个顾好呢？当店你表啊，甲我顾好哦。我有钱了，我钱行李行李，你个表啊行我。进台湾朋友，等于许美国掌控，抵押伫美国手里。你等日本政府吼，若、哦、有钱了，要提钱来输回去，这个战争债嘛吼、哦。啊，你袂使讲等。日本政府提钱要来赔啊，吼，比如300亿美金要提来赔啊。你讲无咧，我顾无许许阿强阿替，袂使安尼啦，吼。所以美国，你要恁台湾人无顾台湾，我拢讲台湾有两个主人，一个苏宽征写名迄个日本天皇，这个一个第一主人，第二个就是债权人美国。恁台湾人拢无顾到这两个头家。都要甲台湾独立出去，要退出去。当然，美国甲你战啊咯！我这个表我当然顾好啊，你要来甲我抢这个表，我当然甲你拍。吼、哦，就这个意思。哦，这下了解啊，咱战争在还袂行，啊，底下伫美国手里，美国都要甲台湾朋友顾好。所以是安那1996年。那个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总统，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哇！阿强啊气屁面，甲家人外海，甲高雄港外海，哇！
画一个禁制区，所谓飞龙机船舰袂使有遐通过，迄个封锁咱啦。哦，啊，台湾呢，经济命脉，咱的外销进口，拢爱靠这两个港口出入啊。咱的粮食自给率差不多三分之二，32%至34%。啊，剩的66%拢爱国外进口，哦，大豆，哦，啊，迄个小麦，有无？这拢爱进口啊，啊，米粉，啊，这咱的粮食哪用断绝？咱台湾的战备粮头6个月，6个月呐，吃完，咱家己生产的敢若三分之一，等于你本来一天吃三顿，拄啊剩吃一顿，啊，咱那一天吃一顿，要烧钱绝对无力的。所以，迄个时阵，美国就随开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一个北台湾，一个南台湾，过掉了。啥物原因？因为台湾官僚内底有写，维持美国的力量和 power， 哦，来保护台湾的经济、甲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美国的责任。所以美国唔免经过咱要求，伊美国总统主任。依照依法行政，依照台湾关系法，就派迄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过台湾。啊，跟我嘛惊着啊，哪呢？那美国出动，因为美国呐出动一架航空母舰来，就是甲你警告。那出动两架来中来要招阵来无要紧啊，要拍无要紧，来我准备好啊。啊，跟我惊着紧揪脚揪手揪揪起来吼。那么是怎样？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咱台湾人就足不服的。恁美国不是咧选州长、选啥物长的时，恁家己拢会夹足一个公投项目，和美国人咧勾选。恁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嘛咧对哩，我嘛是要学自由民主的国家，是怎样？恁会当公道，我袂使，独独台湾袂使。好。美国伊君主占领台湾，伊就有这个权力，最高权力来甲你限东、限这东、限这西。啊，这嘛就有原因，就是讲美国伊有2000+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做调查，伊台湾的政党的活动，台湾人心内咧想啥，伊嘛了解清楚。伊知影恁台湾人拢去哦，中华民国洗脑噶，我讲的。2300万人，300万的正港的纯正的中国人好了哈，剩的2000万台湾人，其中的1000万，一半，拢已经迄个洗脑变作中国人，所以咱大概那总统大选哈，流氓总统大选，咱拢会选输。除非讲三家都哈，就2000年阿扁啊，迄个是五组出来选啦，哦阿扁啊较赢，迄个赢20几万票。第二届就赢20000+票，吼、哦，迄就拼甲咧吼。咱若甲2008年甲2014年流亡中华民国总统，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2008年是独派谢长廷兼统派马英九输200万票。前年小英兼马英九选，哦，迄阵气势偌好咧，有无？三只小猪，你会记无？安全讲稳赢，结果嘛是要输80万票。啊，你看，这两个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的。所以美国甲咱动，好加再又动，吼、哦。所以阿扁啊，若要办啥物统独公投，拢去，无伊选着总统的时，美国要求讲伊爱讲四不一没有，你会记无？吼、哦，全世界拄啊，敢若。阮迄阵五二狂吼，2000年五二狂，阿扁要就职，吼，阮遮独派拢足期待，要看讲伊要讲啥。我，伊去哩甲你讲四不一没有，阮遮独派大家拢倒向遐。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安尼做个啦，讲去哩，大家拢嘛讲，我做总统，我就要予咱遮个人民吼，过着幸福快乐，大家拢乐乐个饱饱富裕个生活。无一个去讲，啊，我这不爱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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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拄啊伊，所以阮有够失望吼。啊，所以这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全世界的人会看，
嗯，啊，恁台湾人家己欢喜要跟中国统一的嘛，所以你拢选统派的候选人马英九啊，安了解无？所以美国无要咱公道，算了温书就对啊。过来，现在美国要来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吼、哦，甲荷花41万呢，台湾政府收人情。啊，这就是这4000名，就是咱即马在训练安尼吼，已经3年外吼、哦。啊，这个原因就是讲，当初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下令，让蒋介石派伊的部队来接管台湾。迄阵呢，单于带差不多1000名的军公教人员来台湾接收。那么，迄阵呢是台湾人口才600万人。那么进台湾到尾2400万哈，拄啊4倍，哦，差不多来训练4000个，美国是安尼算哈。那么41万户呢，台湾政府身份证就是讲，你起码你台湾民政府，你要有基本的人民啊。我头拄啊咧讲，是毋是一个国家第一，哦，要有政府，要有人民，啊，咱有台湾民政府，啊，你政府较要有人民啊，无你就无基础嘛。啊，这41万呢，有认同你台湾民政府的论述，我、哦、来请身份证。啊，这以后马列斯讲，这种族教官会出去讲传扬讲，咱若要代表讲，你毋是中国人，你爱摕台湾民政府发的这个台湾身份证，你毋开会当表示你的身份，哈、哦。好，个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有啥物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因为咱来去讲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讲哪有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哦，是毋是啊？你真拢无看到美军嘛？哈、哦，占领毋是讲你一定爱看到美军，哦，有时啊，伊干那一个行政命令，都像头拄我讲的，划一个地区，这个所在我占领，你无人机准拢袂使有遐过，迄就是算占领，不一定讲爱军队徛伫遐互你看，毋免，哈、哦。来，咱就来看法律上来，咱先看这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条。哦，这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哦，伫1945年8月17日，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伫日本的东京湾密苏里舰顶端，哦，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你注意看，我用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来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来台湾把日本军的武器缴械收起，哈、哦，啊，准备把这些日本人遣送回去，哈、哦，迄阵在台湾的30几万的日本人，就是拢安尼许遣送回去，哈、哦，啊，这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哈、哦，所以伊才有权力，哦，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哦，迄阵呢，和蒋介石的命令就是包括讲北印度支那，哈、哦，就是北越，在北纬16度以北向蒋介石来投降，啊，包括台湾甲澎湖嘛是向蒋介石投降。那么迄阵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向苏联军的总司令来投降。苏联，你注意，伊头前有挂苏联这个国家的名，但是命令给蒋介石头前无寄中华民国蒋介石哦，无国家这个名号，什么原因？因为迄阵中国哈、哦、有几个政权，哈、哦、有几个政府，有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南京汪精卫政府，有延安的哦，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哦，各有满洲国，哦，所以阿要命令何相，所以袂使用中国，因为迄阵因即拢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哦，分析的地区，啊，你若干那是，你若甲中国写去会毁，所以迄阵干那简单写一个蒋介石呢。过来，旧金山合约，哦，1952年4月2日生效。伊的第二条，美国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吼、哦。
主权无放弃哈，主权还佫日本天皇手里。那么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争论，啊，这个对日本当然是包括日属的台湾，啊，啊，这个是国际条约，啊，这有51个国家去旧金山开会，啊，那么签署了，上等于和因每一个国家的国会爱通过，其中有48个国家，哦，啊，拢有通过，啊。那么对日合约拟定，啊，甲跟51个同盟国咧协商，这拢是迄当时的杜勒斯啊所主导甲分配。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外交特使，就是去跟其他的51个同盟国来协商，讲这个和平条约边啊草拟，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边啊分配，哈，啊。所以拢美国咧处理。就是因为美国是主要战胜国嘛，所以伊唔靠资格来分配啊。好，啊，过来，台湾管理法1949年7月7日订立，但是追溯等于到1月7日，啊，你注意看，1月7日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哦，所以你若即刚成立啊，中等在里啊，所以一定要追溯等于到1月7日生效，因为。以前蒋介石是靠那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来，啊，断交了，迄个麦克阿瑟迄个命令也断掉，啊，所以伊最订立了，爱最说断交伊个切，较跟麦克阿瑟的这个接掉哈，啊，这是美国国内法，美国是因为伊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伊靠权力甲这秘密武来订立台湾关系法，咱拢毋捌听着讲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我以前的四大强国哦，中美英法苏，这种四大强国，啊，但是那，干那美国咧主导，啊，其他四个无，就是因来打日本、打台湾的独拄啊美军，哦，你敢有捌有听讲英军从伫台湾登陆，还是英军的飞机轰炸台湾无啊？拢美军，哦，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啊，啊，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啊，这个三公报之一啦，哈，这第三公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拢依据一个中国政策加三个公报，啊，加台湾关系法，但是其中有一个上重要，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拢无爱讲，因为用台湾关系法，哈。依靠控制台湾，哦，啊，佮毋免直接出面。你若用旧金山合约，美军爱直接入来台湾，啊，就麻烦了，哦。好，啊，咱来看，先啊，美国就爱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就是迄阵风声讲台湾可能会向出卖，所以美国的雷根总统，哦，跟阿强啊要签8-17公报，啊，这有可能像迄当时。1949年，国共内战特别到尾声的时候，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迄个等于压垮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就讲这意思，有可能台湾，伫台湾的这中华民国会崩盘，所以蒋介石足紧张。所以透过伊的外交系统去跟美国国务院。去反映讲，希望一定来宣布一挂措施来安打台湾的民心。迄阵台湾人，无论你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只要有钱人，拢咧想办法，赶紧要移民要出去。迄阵厝土地拢咧卖，赶紧要换美金，要落跑，惊阿强啊要，即个若签落国民党倒啊，阿强啊要过来。好，啊，咱来看。六项保证是讲啥哈？来，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军事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事的议题事先跟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这是对台，即马这个台，因为这是1982年，
啊，1979年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美国的国务院有下令，和所有的驻外使馆、通灵界的外交人员，啊，是美国的官员，拢袂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伫公共场合，吼、哦，做食饭啦、开会。啊，所以即卖咧讲的这個对台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独立当局、台湾治理当局，哈、哦。不是台湾人哦，吼、哦，不是对台湾人军售哈、哦，因为咱台湾被占领，咱唔免开钱去买武器，即卖买武器是中华民国爱去买，但是开的钱拢咱台湾人拍拼纳税金去的钱，吼、哦，啊，所以有时啊想着台湾人真正足悲哀，咱去被占领，咱就要纳税金去买武器，然后咱爱去做兵。来替美国人徛大门，咱台湾是美国的前线，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这条是第一岛链，是美国的前线。咱等于得爱家己买武器，哦，等于吼咱爱搁家己炸便当，来大门徛卫兵替美国人顾大门，我讲这意思。啊，咱有衰无？咱占领军根本唔免纳税金，唔免做兵个啊，嘛唔免买武器，结果咱拢打红做。吼、哦，来美国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吼、哦，过来美国卖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蒋介石。美国卖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哦，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甲阵将来，美国嘛毋捌承认讲，台湾即个土地已经有过户予中国，无论是阿强啊，还是国民党政府，哦，拢无。咱民间买土地，绝对是实用。请大师来签一个合约，吼、哦，啊，对一块地亩面积偌济，以偌济钱来买卖，来签这个合约书，签了，还阁去地政事务所，请地政人员来就地测量、就地踏勘、定盖址，讲范围够对，对不？那么一个台湾平湖的土地。到今将来唔捌有一个文件讲，已经过户予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美国，拢无挂念出嚟。到今拢无这款文件，吼、哦。啊，这就是美国为了要安大台湾民心，吼、哦，美国总统宣布对台六项保证。OK。但是这个对台六项保证，从来没有看到文件哦。这是美国迄阵呢。在台湾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李杰明，哦，半暝啊接到通知，哦、啊叫伊去甲蒋介石叫来，讲啊，阮的这个六项保证是安尼，从公共的读读的了，自己个收等。迄阵的前夫伫边啊做翻译，前夫是靠伊记底。数据安尼记落来，哦，啊，过来，咱毋捌听过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对不对？咱也跟美国无相当的密切的关系哦，美国无需要甲你保证甲承诺，这就敢若讲咱交男女朋友交到有一段时间啊，论及婚嫁。查甫的为着要，互查某答应要嫁，拢会讲啊，你若嫁我吼，啊，这着爱保证甲承诺，我保证互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每个月5万块，互你买衫裤，5万块，互你买化妆品，好无？爱保证安尼，那么较要甲伊嫁，啊，一定恁的关系一定相当好啊。啊，你迄阵就是会使用安尼比例啦，吼。好。
那么我来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了哈。马英九是做个 long stay 嘛哈，啊，所以有一次去一个养猪户，因家去 long stay， 啊，这养猪户都有饲猪、饲鸡、饲鸭、饲狗啊。那么底下困醒迄个早，马英九起来了，啊，就迄个主人就要带伊去看伊个猪舍，啊，要看遐个猪圈了了。啊，马英九就讲啊，主人你行头前，甲阮引带。啊，主人甲引讲，伊平时拢有咧赶猪啊、赶鸡啊、鸭赶惯些，伊煞甲引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啊，我著惯势行伫精神后壁啦。安、啊、听无？马英九马啊、鹰啊、狗，拢精神嘛。遐伊讲，啊，我著总统你行头前，我较惯势行伫精神后壁。啊，即马到中昼吼，啊，著主人我那办一桌做切草的吼、哦，请马英九。啊，有一个是炖鸡啦，吼、哦，因咧土鸡啊炖的。慢叫用滴落硬硬硬落鸡脚，你知影中国人做个生文字游是，咱讲鸡脚就鸡脚，伊就甲你讲，哇，这个凤甲凤爪这个好，伊就讲凤爪，啊，另外就一支硬哩一盘，啊，另外佫硬一支讲要予主人，啊，主人这个猪这个凤爪好啊，主人讲，啊，无啦，我无咧食鸡脚啦，我拢留予狗食啦。哦，安尼听有，会晓笑安就听有啊。哦，好 ，OK， 好，先讲到这，今年度估了哈、哦。来继续，美国核电的意义哈、哦。来，每一间啊，中华民国选总统，选到拢咧等美国的核电，啥物原因？啊，这真奇怪。就爱伊核电来较有承认讲，啊，你这個总统做稳啊。啊，咱来看，这个，伊这就是这个核电定义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吼、哦，这个意思啦，哈、哦。2004年第二届阿扁又去选总统，迄天选到，但是政治刚是毋是发生319枪击案？啊，即嘛输20000多票，换算0.228，哦，那样足唔甘的，一巴掌开到，啊，你会去迄暗那个？连战讲，陈水扁窃占中华民国有无？啊，迄阵你因等待美方白宫，等要几礼拜哦？大家迄、那个心情你应该会记，悬在半空中，一直咧等迄核电，核电无来，迄、那个心放袂落。迄阵阿扁也跟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夏青真熟。交情袂歹，啊，着请夏金讲，啊，你甲我问看，讲是安那一礼拜啊，核电还袂到。啊，白宫甲回答讲，核电拢准备好啊，你等恁中华民国中选会甲当选证书公告打起哩，那打起哩，半点钟来核电就到。我、啊、这个哪样？因毛因的外交系统，因嘛知影讲，美国咧等。核电拢好啊，所以拢去蓝军甲绿军拢去围迄个中央选举委员会，一边拿军咧动无啊，吼，迄个主任委员黄石成去打迄个广告，啊，绿军咧是保护，互伊去打，所以打起迄个水向拆掉，需要拿军咧拆掉，但迄个卡梅拉连拍着打起迄个动作随翕开，传真去予美国，白宫核电半点钟真啊到，啊，核电一日到。那等下知影了，伊知影大势已去。头家讲，陈水扁已经做新的总统啊，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啊，这就等于讲，咱甲比咧，美国一间哦足有名的迄个素食店的总公司，伊伫台湾开分公司。啊，古早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是美国直接派任，哦，迄阵用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派蒋介石。传落来，传蒋经国，啊，过来李登辉、陈水扁，甲即马是即马新的总经理叫做马英九。但是你
为李登辉迄阵开始，1996年开始，互恁用选的，毋是美国直接派，互恁伫台湾遮个员工落去选，选一个新的总经理。哦，啊，即马选的是叫做马英九，嘛是爱等好点，吼、哦，甲你承认讲，哎，等于一个派任状的对吧？吼、哦，过来咱来看军事基地做一个对比吼。哦菲律宾，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的空军基地，啊，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啊，这个不也是，嘛1999年哈，因有一个火山爆发了哈，啊，这基地遐个设备拢有火山灰破坏哈，啊，迄阵菲律宾的反基地的组织的这些人一直拢在抗议。不要让美军继续用，所以美国准顺迄个时阵撤退。啊，即马卡咧三拜都是邀请叫美国爱去转来，因为阿强啊即马伫南海吼气压压，即马中国武力有较好啊吼，啊较有钱通买较好的武器啊。即马换菲律宾的烦恼，即马要求美国去转来吼。过来，琉球、加索纳、美国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啊，古巴嘛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那么咱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是较早因为战争，因为条约的关系，吼、哦。菲律宾跟古巴，吼、哦，菲律宾是割让的嘛。古巴，尾啊，美国有给伊独立，吼、哦。那么台湾嘛是。嘛是被军事占领，这种被军事占领过的所在，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哈、哦，以上都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啊，你那需要哈，你然后炸随身碟，会使甲电脑做偷这个情报系统，安尼你就免翕，哈、哦。好，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咱来遮上过上重要的一点。哦、第二点，搁一个来遮上过第二点真重要。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哦，这是这两个你一定爱记。来遮上课三讲，这两点一定爱记。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就是即卖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袂使在遮就地合法。伊若要搁合法恢复伊中华民国时，伊还阁反攻大陆，等于南京，因个总统府伫南京，吼、哦。拄啊像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军占领法国，因迄阵个一个戴高乐将军吼，带因个流亡个政府徙去英国伦敦，吼、哦。那么战后，伊阁甲遮个人阁带倒转来法国巴黎。迄就是恢复，哦，因就转来，迄就会当合法恢复伊个国家，吼、哦。好，那么咱来以君主将来不得移转主权，以伊拉克来做一个例，吼、哦。来，2003年，哈、哦，英美联军攻击伊拉克，伫2003年的5月7日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进入战役占领区。其实咱即马就是所谓的战役占领区啦，吼、哦，要咧占领，吼、哦，台湾个比占领中，好，过来，2003年5月2日，联合国声明，英美联军伫伊拉克有临时管理当局的权力，吼、哦，的权力，这代表呐，美国伫遐做主导，吼、哦。那么到4月30日的时候，2009年的4月30日，4月30日哈，英国军将其撤军，啊，英国人去英军去占领伊拉克，嘛无叫伊拉克的人来做英军啊。过来，2011年12月15日，美国将其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
啊，你甲想，开遐侪钱，动员遐侪人去甲伊拉克拍牌占领，啊，六年后吼，无、哦，即、這个十一年减2003，八年后吼、哦，美军煞就爱降旗撤军，账面上讲开3000几亿个美金，其实毋啦，差不多2倍至3倍吼、哦，啊，开遐侪钱。死遐侪人，省去遐侪金钱，啊，爱去离开，啊，这就是爱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哈、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袂使讲你甲打败了，甲并吞，甲变成美国的第51州，叫做伊拉克州，袂使。你若讲会当占领，就会使移转主权，安尼，哦，美国土地坐咧啊，那迄阵若要讲规个欧洲拢美军去占领。啊，规个欧洲，啊，有一半以上拢变美国个，吼、哦。啊，那安尼日本嘛美国个，日本天鹅四大岛每一个岛拢一州，安尼即摆美国差不多100州，吼、哦，所以袂使。因为你若安尼乱，大家拢咧，我若武器较用较强个时，我就来甲你烧战，甲你占领，安尼就占袂煞。所以国际战争法规定安尼就是讲，互你以后。你去安怎拍拍赢，到尾你拢爱离开啦。哦，包括像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占38年，嘛就爱撤军。哦，好。那么美国军政府哦，委托中华民国政府来占领台湾，因为已经第69年哈、哦。那么咱伫2006年10月20日，林志兴。秘书长控美案的判决，那么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啦，哦，就是过美国了，美国地方法院甲咱判台湾人无国籍，哦，啊，过来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台湾人即摆还佫活伫政治炼狱当中，所以政治炼狱就是讲，啊，咱台湾人无台无籍，那会？去跟中国人咧做迄个选举，你会记日本战后，中国军来，吼、哦，咱个日本个即个人去学赶倒去日本本土了，台湾人才开始后悔，因为日本人吼、哦、来管台湾50年，因为台湾迄阵足落后个，啊足袂有守法个，拢咧钻漏洞。拢咧用黑色的方式咧营私，日本人来了足严的，所以迄阵日本警察足有权威。以前日本时代拢讲警察大人，对无？啊，国民党来了，伊个警察拢歪哥，所以无偌久，警察大人迄个大人判刑，剩警察，啊，过来。变警察啦，看不赢嘛哦，哦，闽南语你若看不赢，就是拢轻视的，哦，警察啦，哇，即马不然嘛，警察就判刑，讲存地无爱，啊，啊，又过来讲插头，哦，啊，即马过来讲合法判刑的流氓，啊，愈做愈无。无威信，日本人伫咧台湾50年，予咱台湾脱胎换骨，吼、哦，予咱台湾人第一，你看守信用、守时间、守法。守信用就是讲，阮爸迄阵咧讲个，啊，阮话讲出来就准算啊，毋免阁签契约啊。即摆你中华民国来了，契约签日本只本，拢阁出代志。阮爸迄阵讲。答应人较惨死，我讲出去，日本精神就爱做甲到、哦，所以信用迄阵大家做好个，啊，迄阵会使讲夜不闭户啊。中国军来，阮开始拢爱物件拢爱锁，拢爱门拢爱关吼、哦。啊，过来，迄阵国民党军来，咱台湾人开始，迄阵若听着日本警察吼，你若讲囡仔来咧哭，你若讲。警察大人要来啊，囡仔会准备哭，
哦，迄、那个威信总有诶。啊，所以迄阵有个人听着讲，吼、哦，日本人，人讲，日本人讲，互你个陷阱吼。啊，即卖中国来遐二八事件杀落到底，哇！嘛讲陷，日本是讲陷陷入啦，换中国军来讲陷阱，吼、哦，搁较食力。陷入换陷阱，有无？台湾人阵开始讲，日本迄阵日本。有时啊，迄个日本人糟蹋着的人，诶，台湾人会讲啊，这日本狗，哦，甲日本讲做狗，啊，但是狗起码对人忠啊，对这块土地忠，会顾台湾顾甲足好势啊。哦，虽然讲因有去撮树啊，但是迄撮树偌趣味，人日本人咧撮山顶的迄个香炉枝，撮大丛的，伊撮了头无乌掉，边啊拢搁有种细丛的小苗，哦，啊，你啊头搁会不硬。有二代目，有三代目，有无？二代目大概有伫听多，嘛会听过古，吼、哦。中国军来吼，找好足骨来找，人日本是有计划，或者书法，就是讲伤白的所在，伤暗的，大丛的砍死细丛啊，迄大丛撮掉，好遐中的佫继续大，啊，撮掉边啊一定变，即搭拢空的嘛，还佫保证细丛在啊。中国来干呐撮？无咧保证，无担心，佮甲根挖开，迄粒头挖开，树头咧做屏风有无？做炮地刀啊，有即足好计嘛。啊，即就是尾啊，即二十几年了，遐根挖了开始烂烂烂，土挽袂住，落大雨咱就开始土石了。哦，即介个问题拢是伫五十年前就开始造成的因，伫二三十年后开始。这个就出来了，咱台湾即马一日落大雨就土石流，就是这个原因。哦，迄阵国民党来，好足骨力开产业道路，迄就是日本人迄阵咧挖，迄落去是拢伫咧铁道沿线边啊俩。好，国民党来就一直开路，一直啥物巷啊巷啊路，旁拢弄两里边，把遐好茶拢挖出来。所以日本人来撮一丛。国民党来征，从少撮二十丛，撮二十倍就对了。哦，所以台湾的灾难就是国民党来开始有的。哦，头拄仔讲到对啊，是吧？来讲到煞袂记吼。即马食一粒无效，可能爱食两粒吧。好，好来继续啦吼。那么美国甲咱判台湾人。无国籍，无家己的政府，啊，活伫政治联合，哦，对，安尼我知影。比如讲，这个政治联合就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还搁咧看民咧选举。流亡的这个流亡西藏，即马讲徒步吼，因流亡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啊，因遐咧选因的总理，印度人敢有看民做伙选？无啊！啊，是啊，中华民国来遮咧选因的中华民国总统，啊，咱台湾人去咧堪伊选。安尼讲啦，有一个诸国、敌害国，伊咧选帝王，选诸国王，啊，九国的人去堪伊参加。敌害咧选帝王，堪咱这边的狗的人，唔是狗的这个动物有啥物关系？安尼比例，你听有无？帝国中华民国，啊，因都中国帝嘛，尾啊，五去诸来，啊，尾有即句话啊，陷入换陷塞，吼，啊，到去帝来，到啊又赶转去，赶转日本，啊换帝来，帝来台湾，敢若食食食，拢咧食台湾，啊无炸土地来，啊嘛种稻米，我怎讲啊？啊嘛种稻米，互咱食过。啊，所以我当讲，你讲拢讲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哦。好，啊，伫安尼种啊，美国唔爱讲，啊，恁台湾人用洗脑，啊，人因中华民国咧选总统，你啊恁看人选，吼、哦。而且，咱搁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哦，咱真趣味，唔是讲爱公民才会当选吗？啊，咱拢摕国民身份证，迄个看人咧选，吼、哦。再来，咱来看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这拍唔对啦哈！
伊个法源是啥啊？安尼看咱即张，咱遮有一个重点，遮有一个分类 class T W， 爱有啥物款个身份才会当摕到 T W， 就是你伫1945年天皇8月15日宣布投降迄天，也是麦克阿瑟个9月初二，伫差9月初二，咱差12天，哎，差17天尔吼。迄阵美军也是外国军队、中国军拢还袂来。迄阵住伫咱台湾遮，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包括所生传落来遮后代，你爱去申请我昨日讲个户口成本用毛笔写个，要做乌乌迄款个，袂使用电脑拍字个哦。迄电脑拍字会做假吼，所以咱着爱去申请毛笔写个。迄来了，审核通过，你着会当摕到 TW 身份。啊 ，TW 身份有啥物作用？就爱有 TW 身份证的人，将来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才会当做公告人员。啊，迄阵咱免做兵吼，所以无军啊。啊，靠参选权，就是你做候选人，也是你有资格去投票。啊，那外国人呢？中国难民呢？中国难民，因会再来申请，但是因的身份就毋是 TW， 或者 CE。Chinese exiled 难民、啊、中国流亡难民，因是难民证哦，因摕迄个难民身份，因就无资格做公告人员，也是做去做迄、那个去参选哦，无论是做候选人来，也是去投票，因就无资格。所以将来民政府执政，就无男女对抗啊，拢总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台湾的事务，哦，安尼了解。啊，这身份证变过来这边，叫有一个 USMG 啊，这是美国军事政府的简称。啊，这个啊 USMG， 这 USMG 的旗啊哈。啊，这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哈。那么，啊，这有一个意涵呐哈。这粒星代表美军的。军事力量伫台湾，哦，占领台湾。啊，这个红色的等于这个日本，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啊，啊，这个黄色代表亚洲，哈、啊，这个黄种人，哈、啊，啊嘛会当讲代表天皇，哈、啊、，OK， 好、啊。那么这内底有啥发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哦？有什么法源依据哈？啊，我放大来看一下哈。本卡合法依据如下：第一，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第四条、甲第23条，过来台湾关系法啊。其中个者美中三个公报啊，啊，这三个公报就是第一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啊，个头拄仔讲个白旗公报。过来一个中国政策，啊，这个作者人有意见的，作者头壳无清楚，台湾人讲，嗯，啊，阮中华民国咧，伊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是伊承认，美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台湾人抗议，那也唔是两个中国政策，啊，阮伫台湾这中华民国咧，美国意思是讲，美国伫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代表中国，啊，台湾是台湾啊。这个美中三个公报，美国伊讲，美国对两岸的中国人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得知，啊，不予挑战，什么意思？美国有听到呢？但美国无甲你承认吗？恁两岸的中国人，哦，台湾海峡两岸，恁阿公迄边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啊，走来伫台湾这中国人民嘛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美国有听到 acknowledge， 唔是承认哦，哦acknowledge 是讲我得知，我听到啊，但我无甲你承认，我尊重恁的发言。那么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
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我们看起来，哦，啊，但是台湾人都拢无深入研究，听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起屁兵啊，啊，阮中华民国呢，啊，就用洗脑呀，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咱唔是中国的台湾，搞清楚，唔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啊，人美国头壳足清楚的，来个。依据美国宪法，依据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院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好。台湾有水无？好，啊，你有爱台湾无？我、哦、爱，大家嘛讲爱。啊，不过胡锦涛、江泽民，包括即卖习近平，嘛足爱台湾。所以唔是讲你爱台湾，哦，你就是台湾人哦，哦。习近平嘛，足爱台湾，足爱甲台湾贴遮落北。台湾啊，定咧比咧讲，敢若一个水姑娘啊，人见人爱。但是水人无水命啊，真可惜。因为伫即个交通海洋交通要道顶管吼，大家路过都拢敢若看到路旁的野花，拢要甲你挽一个。啊！我2008年年底去爬山，无意中去翕一张，我无想到讲这张，我会伫即上课的时阵摕出来用，吼、哦，遮水吼，即拄啊到东海岸吼，满、哦、洲的东边，啊，即有可能拄啊迄阵的琉球的渔民传染有只爬开，冇可能，冇可能迄阵美国的罗美号吼，韩、哦、特。船长甲夫人因船难避开，吼、哦，啊，结果用台式的所在，这个嘛真趣味，就是讲牡丹社事件引起日本来攻打这个牡丹社，吼、哦，啊，韩德事件，因为这个巴祖海峡才做着暗礁，啊，一只骨船啊，吼。迄阵个航海设施拢歹嘛，尤其暗时啊，不时会去触礁啊，船难。啊，因若爬开吼，迄阵个南台湾族可能误会，就是讲因遮是海贼，所以共刣死。啊，那么伫安尼情况下，美国要求讲清朝爱带荷兰币吼，去台下设灯塔，就是因为即个美国个罗美号发生。因遐船员水手拢起来了，伊有拢总用台钓的，吼、哦，敢若村人个一个厨房个，伊有得走出去，去到打到吼、哦、英国人领事馆去报告这件代志，所以大清抗议，所以美国原来有起兵准备要来拍，甚至迄阵美国个驻厦门的领事敢若叫李先德吼，伊、哦、建议讲。因为伊甲大清抗议时，大清讲：“迄番外之地非我所管辖，啊，那毋是你个。”伊建议美国派兵来占领台湾，但迄阵不被采纳，因为迄阵拄啊，因迄阵南北战争拄啊煞，完了国力衰退，吼、哦，较无力，所以无。啊，无迄阵啊，迄个美国占领咱即马都第51州啊，比夏威夷州较早。嗯那么这个所在，台湾吼，拢咧做人的基地，即三七八年来拢咧做别人的基地吼。迄、那个荷兰人来，甲台湾当作伊的贸易基地吼，因为伊主要因出来占领所在，就是要设立一个港口，设立一个货物的转运中心。台湾迄阵。陆啊，水陆啊，比人较侪，所以陆口比人口多。啊，咱即摆拢嘛，甲囡仔交代讲，较细腻的出门，莫有车弄着。啊，迄阵你要出门哦，小心不要被鹿撞到。哦，因为陆啊，几亿只。啊，迄阵台湾，那迄阵荷兰人的时，还无到100万的人口。哦，啊，所以出门爱细腻，莫有陆啊弄着。哎，荷兰人，荷兰伫
纬度较悬、寒冷的所在，啊，因迄阵需要的迄个御寒的物件，就用皮做的皮衣，啊，是做的皮手套，遮工具，拢足侪爱用皮做，啊，落啊皮拄啊足够用的，吼、啊，所以拢叫咱的原住民去掠落啊，剥落皮，啊，互荷兰人运去北海道卖，啊，是韩国。在北方纬度悬的所在，迄边赚足侪钱，啊，佫来台湾引进甘蔗来台湾种，啊，迄阵蔗糖、乌糖是最高的奢侈品，哦，因为你若食落迄个甜吼，你拢像咧食落毒放袂落，所以糖拢无够用，有时阵拢靠人工咧压咧榨糖汁吼，蔗糖，所以台湾变荷兰的这个贸易基地。啊，地仙公来了，咱变伊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有无？那么大清来，因为私人吼的关系，甲这个郑成功打败了，清朝派来官员，甲台湾当作老前子基地哦。像我讲，三年官两年满，就是落地啊，地甲满的哦，黄金。啊！大清和日本打败，日本摕到台湾了，台湾等于伊的粮仓。哦，我昨有讲了讲，这个八田雨衣来做这个乌山头水库了，和这个嘉南平原会当轮流灌溉。哦，本来拢干那会当种一期的稻米，剩的拢爱种杂粮，今嘛会当种两期的水稻。啊，水稻稻米是。咱亚洲的主要迄个粮食嘛，吼。所以伫安尼情况下，台湾一年三收，日本大部分拢两收，啊，若北海道遐就一收尔，吼。啊，你若想，日本若要发动南派太平洋战争，一定牛草要有足。伊就摕到台湾有牛草啊，伊才敢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哦，因为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着战备粮拢爱囤到有够啊，因为你战争后壁后勤补给拢爱有足，你人若无粮食，你着三更无食饭，你着无法度战争啊，你着软脚软手，穿你着夹袂开啊，免哪战，哦，啊，但咱的高沙军足厉害，高沙义勇军哈。日本人上配合咱高沙义勇军，这种第一耐力好，体力有，啊，佮伫丛林作战，因特别伫丛林哦，因拢扎一支弯的环刀尔，伊只要有这支环刀，伊就有法度伫这丛林内底生活几啊个月，拢免后勤补给。所以阵伫南太平洋遐咧烧战，热甲要死嘛，啊，好啊，在咱的高沙部队。耐热耐寒，啊！日本人哦，因住伫较寒冷个所在，来到南洋，即热，逐工拢热，落雨规身躯拢澹澹哦，因冻袂调，搁袂堪伫房仔顶。啊，所以因若伫丛林战不时，迄阵通信无啥物好个无线电通信，不时就堪因个部队，堪即个后勤补给啊脱队。啊！伫丛林就爱靠家己啊呢，好佳哉咱高沙原住民。因本来就对这动植物足熟悉个吼，啥物植物会叶会食着，啥物树个根茎会食着，因知影。所以伫无后勤补给个情况下，日本军足济无物件通食，是靠只高沙去用陷阱掠遐野兽来，互只个日本军食，啊，挖根茎也是迄叶个心咧食。安尼渡过过难关，所以日本人到尾拢足感谢咱个高沙军，啊，高沙军的战斗力甲伊个忠诚度是比日本的皇军搁较好。明明迄阵拄开始是用军夫的名义，吼，啊，迄阵做军夫是无咧牙枪的，是拢咧做后勤补给的。啊，迄阵有时啊讲有需要无路，车无得开，迄粮食爱用派，拢高沙咧派。啊，迄阵。同迄个时阵，嘛有韩国个军夫，嘛是做伙派粮食。咱个高沙军
规矩好，伊排到家己枵到要死，嘛袂去偷开遐粮食出来食。韩国人足伫半路就食只条去，拄啊！敢若咱交差有法度把只粮食排到战斗部队遐，伊供应互伊，家己枵到要死，吼、哦，甚至足侪人枵到三米八，吼、哦。啊，这就表示讲，咱的交差军的战斗力足强的，哈、哦。当时，现在咱有在调去为高雄飞行机去拍这个菲律宾的时，哈、哦，迄阵日本的临时战斗机为高屏地区的机场飞去，把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的飞行机拢炸炸败，摕到制空权，连伊都摕到制海权，因为军舰若无飞行机保护，伊一定爱撤出这个日本飞行机的这个战斗范围。爱摕着，啊无，伊都不止量轰炸。啊，摕着制海权了，日本军开始登陆，去攻打美军的基地。美军有一个基地，伊是三面向海，后壁关山。美国人认为讲，啊，日本无可能为后壁来拍，但是咱的高沙勇真的真正为后壁去甲突袭，拍一个因，规拢美军拢乱去，所以。七万几个美军，迄个两万几个日本军，甲啊拍败，甲包围，甲掠起来哈。爱在咱高山义勇军的有登山高山的迄个攀爬，啊，搁伫丛林小径哦，敢那如入无人之地安尼哈。啊，所以这个咱说台湾搁变日本的南进基地，嘛是人的基地。换战后，换国民党军来，伊撤退来台湾。咱又搁变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差不多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啦，有够衰吼！所以我讲衰人无衰命吼。好 ，OK， 我这个讲了，险啊无讲着。其实这电管这有一个军事基地，你有看吗？这人造物，我若卖甲你讲吼，你看这直线条的，吼，这你就知影讲这人造，这就是满洲的九鹏。飞弹基地，哦，咱中山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出来的飞弹，拢伫这里试下，好、哦。OK， 我们跳到那个台湾猪问题第一集，哦，台湾税的税啊，哈、哦。我安尼介绍就好啊。我真侪资料是拢咱秘书长所出的册哈，《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啊，《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最终地位一二》、《新台湾论》哈，主要是《新台湾论》啊，甲台湾民政府官网啦、海外网啦、《自由时报》电子报哈，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哈。好，恁若有卡有随身碟，会当去 copy 啦哈。啊，那么。来遮上价格，主要就是讲要予咱台湾人知影台湾的法理目前的法理地位状态，吼，清楚中国国民党这六十几年来，甲咱头壳内底所下这错误的观念、这笨手，拢爱甲清楚出来，吼，啊，揭开台湾地位各项法理真相，吼，啊，咱做伙来写台湾历史，吼，你来遮上过了，你若有真正认真听，有听入去，你绝对有一个好的心愿。我一定要好啊，替台湾做代志。好，咱继续哈。即、哦、我就要讲这南家之盟哈、哦，美国跟台湾有关的条约法律的南家之盟啊。即、哦、个1967年哈、哦，美国的船啊叫做罗美号啊，人翻作罗发号，台东外海发展船啊。登岸后，由南台湾主沙海，美国向大清抗议。大清政府讲，访辽以南。不在版图生还之地来推卸责任啊！啊，伫安尼情况下，毋啊，美国甲英国拢要求讲，啊，你爱住垦丁乡村这个末端的荷兰比爱起一个灯塔，吼、哦，就是安尼来哈、哦。那么美国派领事李里浪，后人翻作李先德哈，跟南台湾的18社的头目周继堵签约，内文基本上讲南台湾。地区非清国领地，啊，
使南加之盟是美国跟南台湾原住民所签签的国际条约，第一届有国际条约。啊，内底签的内文，我来讲，以后若发生传染，恁这人若要登岸，白天你爱举红旗啊，哦，表示讲我是发生传染要来。啊，到岸边你袂使过入，你爱等台湾族来给你带，你袂使随意入去哈。哦啊，若暗时啊，你着爱点火把，来到岸边安全的所在，拄啊等，等南派人就来甲你请入去，你袂使随意入侵入去哈。这是南加之盟哈。过来，旧金山和平条哈，这个啊，甲这个美国台湾关的话，旧金山和平条是1951年的九月七八签，但是到过年的四月二八。较先后吼，啊，这两个是美国有关台湾的上重要的两个条约甲法律。这个国内法呢，只要输这个，照讲美国拢爱摕这个。所以咱一直拢讲要回到历史原点，爱倒来旧金山合约，唔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保护台湾顶管的台湾人，啊，这用英语讲较清楚。The people on Taiwan, on 就是只要在这个台湾这个甲平和顶管的，拢受美国保护，安尼就去保护着中国人。我当然我有保护咱台湾人。啊呐，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干呐保护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甲 on 差足侪哦。哦 ，of 就是属于正港这块土地，唔是从外面来的。那么，现在美国爱甲台湾的地位巧妙的模糊化。OK， 我是到十点还是五十分 ？OK， 根本美国即马吼拢退居幕后咧做中间人，伊互中华民国代替伊来管理，等于类似一个白手套。好，啊伊伫后壁咧指挥。好，所以你也注意看。中国国民党足疼美国的，迄阵1979年有风声，中美要断交，因迄阵的党国大佬陈立夫、陈果夫，伫因的报章杂志标题写偌大哩，用尽办法抱住美国大腿，我你看写到这无志气，欸陈立夫、陈果夫哈，这算伫国民党内底、党国内底真老前辈哈，因都安尼写。那么第一就是美国要为了伊自身利益，美国所有的动作，你注意甲看，因要去外口要办啥代志，因第一个目的讲，我出去安尼做，对美国有啥物好处？伊得爱美国里个过好。靠同啊，顾着你对方的利益，好，这是因美国人讲的较现实，啊，这嘛较务实啊，这嘛是现在美国会较强大。我先美国的利益顾好，再来顾恁其他的人的利益，好。所以，伊出去跟人签约，拢会讲，啊，伊比方有一个命令要出去做啥物代志，因咧签署拢会讲，我安尼做是为着美国的利益，拢会写这条。就是讲，因私下命令秘密行动，过来，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正面冲突。即马有咧冲突的是中华民国去跟阿强啊，啊恁平民中国人恁咧冲突，啊美国无关系安尼。好，过来，把咱台湾人当作机器，啥物原因？等你，请美国。九一一事件了，美国需要阿强啊来配合反恐的事，哦，2001年阵，我就开始等于，若要跟阿强啊好，就把台湾给阿强啊管，讲我无要卖啥物武器给中华民国。啊，若好的事，若阿强啊无要跟美国配合，伊即马就换抱台湾，抱中华民国，
我讲我看，你无要牵我好，我要牵台湾的中华民国好呢？像阿扁啊，选到第一任的总统，牵美国配合了真好。美国叫伊讲自不疫苗，伊就讲自不疫苗，吼、哦、啊！所以阵小布希选到总统了，阿扁啊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吼、哦，美国就无像较早李登辉吼。李登辉咧讲两国论，美国无欢喜。李登辉要中南美访问，无爱让伊飞去美国的本土，就让伊飞去夏威夷州无？伫夏威夷，啊，李登辉足袂爽个。所以迄阵个敢若，迄阵个理事主席，敢若普瑞泽个款吼，去飞行机顶甲拜访个时。李登辉无爱落机啦，啊，无爱去住饭店，伊就甘愿住花棚个飞行机顶过暝。啊，所以普瑞泽就去飞行机顶去甲拜访。李登辉条工穿困衫困裤，甘伊见面，无要穿正式个服装，就是袂爽了，对啊。啊，像阿扁也甘小布什配合袂歹，哦，美国就安排伊，啊，你直接飞来纽约，啊，甲转机去中南美。啊！伫纽约，互伊住饭店。啊！伊为机场来到饭店，伊无直接驶入去到迄个饭店迄个玄关迄、那个迄、那个接待处遐吼。伊伫外口就停落来，行去跟边仔咧甲欢迎遐台湾的台侨，爱写住握手。即过去无可能安尼互你做吼、哦。啊！美国就原来讲啊，好啦，无要紧啦。一定让你入来本土，这就足无简单啊！佮让你一定在大门、大饭店外口，迄、那个街路遐，迄足危险的。你若用凊彩，你美国人啊，吃不完兜着走吼、哦。啊，所以阿扁的第二任，伊就想讲我无连任压力啊，吼、哦，特别行家己的路，无要听美国的啊，有无？美国小布什请我来，佮买中南美访问，安排伊去。外口的48州以外有两个，一个夏威夷，一个阿拉斯加。啊，即个安排你过境阿拉斯加，予你遐赶甲皮皮出，好无？阿扁也若袂爽啊，迄个也无多跟遐也无台侨啊，也无多跟台侨见面。好，你嘛陪伊南美洲访问了，要倒来美国嘛，佮安排伊袂爽，可能佮安排阿拉斯加还是夏威夷，阿扁也袂爽。迄阵准变一个讲叫做迷航之旅，有无？讲飞利比亚，有无？去跟葛涛去见面，哦，用何讲迷航之旅？啊，就是讲你若无跟美国配合，美国就甲你修理，哈、哦，甲台湾当作基地啊，哈、哦。主要配合的是，主要阿强啊配合就霸台湾，哈、哦。过来，美国嘛咧等本土台湾人觉醒，爱超过75%。啊，是安怎？那毋是51%？你就是讲，台湾人都拢用买手，用洗脑去啊！你若无75%觉醒，你若讲要搁公投，要搁迄落选举，你啊准备25%，互伊买用买票买啊！吼、哦，拢爱赢一寡，通好买票的对吧？好，啊无到时另外。我讲2000空白，2012，咱的选书就是安尼哈。后来1895年，日本驶进台湾，先啊受到原住民强烈反抗，而且他都必须定有讲过，证明这个抗的，就是拢高砂原住民传统生活的领域。啊，台青要割让，啊无问原住民，就敢讲台青要卖厝。我家己即间厝要卖，讲连隔壁也卖予人去，安尼意思啊，吼、哦。遐毋是台青咧管的啊，即因家己讲的，化外之地，吼、哦，为藩邦，吼、哦，非我所管辖，毋是你咧管的，你也讲卖掉，吼、哦。啊，所以当然日本军来莫名其妙，伊叫是讲规个台湾拢我的啊，来，吼、哦，毋知高砂军遐敖烧战，吼、哦，你来去看迄、那个。恁有去看塞德克巴莱？举手我看者，有几个去看？哦，啊，无介济，这应该拢爱去看。哦，这足有意思的。
好来，那来看那些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学习。啊，这两组人，啊，这什么款人？这那个奥巴马咧，伫国会咧演讲，啊，是安怎？这些人拢坐，人边仔人拢徛起来拍鼓啊！啊，独独这两组人，我咱来看是啥物款人。来，这组，伊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成员，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啊，这拢军人，了解空军拢有哈。伊袂，因为军人是听命令。你无叫我拍波，我嘛袂使拍波，我袂使伫这个所在表达意见哈。过来，这组年纪拢较大，这拢大法官哈，伊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因为他们代表权力国家权力的一端，司法爱公正。伊袂讲你总统，总统是行政部门嘛，啊，因宣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美国咧讲的讲是拢先甲立法排第一，后壁较是行政，过来较司法。啊，咱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拢行政、立法、司法。敢若立法院是橡皮图章，吼、哦，但是美国是安呢？先立法，哦，国会立完法，你这行政部门依前面这个法依法行政，啊，你若做不好违法，后壁有司法单位来给你起诉。所以这些大法官他们是司法，他们不能针对你行政部门总统，行政部门的头叫做总统、啊、不能总统的说了解好很好你听你就打鼓不能、啊、所以他们都坐的、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来身份证角色错乱的台湾人，抱歉我如果说北京有时候会卡卡怪怪哈、哦，谢长廷啊，宪法狱中啊，谢长廷是足诡计多端的吼，伊读甲足好个哦，足智之多谋啊、哦，但是伊的文龙足歹哦，伊本来选这个台北市议员最高票当选，啊，了后伊想讲伊气势足好，第二届选讲啊分一寡票啦，分开伊最高票落选。啊，选立委员嘛是最高票当选，啊，讲啊，佮分第二届佮选讲啊，分一个人一个落选，啊，佮来要选台北市咧了内部咧了咧选代表要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是煞输陈水扁，但是伊袂歹算真有风度，佮变做陈水扁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哈，啊，所以啊变也较顺利进入台北市做市长。蔡英文讲，这个昨有讲过了哈。啊，对了，美国的一种政策，台湾人咧受气，讲啊，阮中华民国哈，他都讲过哈。那么要消灭一个国家，爱消灭先消灭伊的语言甲文化。即卖三十岁以下少年人，包括科家甲各原住民族，拢差不多讲袂认得啊，甚至袂晓讲嘛，袂晓听。但遮有一个盲点。这就是今年三月我甲觉醒，啊，这是去年做的这个简报，我甲大家讲就讲，闽南语不是台语，吼、哦，咱即马我即马咧讲这叫做闽南语，唔是台语哦。正港的台语是原住民族语言，较是咱正港的台语。咱已经有民进党，连民进党也用洗脑去啊。以前咱拢讲电视咧报闽南语新闻有无？现在说的台语新闻，这就不对了。闽南语就是我刚才说的，郑成功在福建的南部闽南那来了，我们靠这个闽南语、哦、闽南语不是国语，不是我们的台语、哦、现在这 要了解，不过我们已经用三百几年惯习了，靠陈水扁他们民进党开始说提倡闽南语为台语，啊，这就开始咱台湾人读个聋去啊！哦，那照这款标准，然后过两百年后，北京语也变作咱的台语，哇！迄种外来语言呐、啊，啊，咱就来讲闽南语有伊水的所在。啊，一般
介侪人拢直接翻译赞美，讲叫做赞美，唔对啦吼，爱讲俄乐啦吼，啊有人讲食起来甜甜，讲脆脆，爱讲切切啦，吼，清凉有讲解热，爱解热，这种破音字吼，啊台语闽南语变音有水的所在，香港的香真香。我要来香港买芳香两两，啊！若用北京话讲，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啊！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好啊，今仔时间超过，歹势，我着讲到这，啊，以后有机会阁继续吼，这内底啊足济啦吼。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